还记得橙子是咋死的吗？如果当年留下的是你，现在结果会是怎么样？狼子开了17枪，雷他妈1枪打在要害上。你要是我，你能咋办？自打下了吴松山，魏翔就已经死了。活着的毕八零就是个怂货。少废话。他说半个月就把人给我带回来了，结果一走就是5年。橙子是我害死的。满脑子都是报私仇，你对得起川贵警服吗？老子他妈不在乎，不在乎，赵成在乎。你看你还是原来那个魏翔吗？你知不知道他们是5年前那伙狼子？魏翔，你俩打谁也打不上谁了去。魏翔难弄得很，我是狼子，咋了？你出不去了，你今天就死到这儿了。回来，你们给我回来！那他要你还坐得住？狼子早他妈跑不远了。就你一个人想杀狼子啊？抓你是我跟赵成的职责，警服都脱了，你凭啥呀？你他妈留下有个屁用？他们要的是我，你老子活着。